来看到桃园观音有得卖中国废水处理设备的环保公司，被人指控讲倒排这废水，有那污染到附近的这农作物，有那害一丛已经百年的青草树强被打死。啊，这环保局即马对查了后，发现讲这废水这酸性真强，会依法来开发。这丛老青草树的叶啊，黄去了，落个规涂骹。桃园观音区有民众陈景光。成功一路加保障二路附近有废水污染，造成一丛百年的老青阿树强要死去，也污染农田，附近民众种的菜拢打点去，要求业者爱赔偿损失。附近的居民担心的是，这些强酸，污染到土壤之后，未来这个土壤能不能再耕种？那耕种之后，这个菜能不能吃啊？李长讲，工厂连续排出大量不明的强酸，骨头里基附近灌溉水的搞法。丁这边直接到厂方反映，这边因又搁摆出，才向环保局陈情。检查人员检测了，发现废水的 pH 达0.5，算强酸。顺山对查，查出排放废水的凶手是附近的环保公司，影响范围是20公尺。查获造成污染的公司是从事二手废水处理设备买卖，疑似收受含有 pH 小于2的强酸废水之设备。因不慎破损，造成废水流出后污染道路侧沟。业者讲是操作不当，造成厂内供水接头闭开，设备内面的废水才会流出。环保局讲违规的事实正明确，已经依照违反水污法第30条的规定处罚，相关会当罚300万，并且限期清理。目前用机器对周边附近的土壤做过检测，土壤的重金属拢无异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